螃蟹太大了，螃蟹太大了，天鹅的呀！哇，你们看一下这个螃蟹有多大！它大还是我脸大？这个叫什么蟹？肉蟹。三点蟹，兰花蟹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蟹哦。这边的天鹅蛋，它居然都是活的天鹅蛋，好多400多个人还在说它都是这种。皮皮虾，皮皮虾都超级肥。今年的福建城，他家的猪蹄儿说的最啊，还有那个黄五花都说的最啊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我要开吃了。走。 哎，这个大螃蟹给它下去，吃两个螃蟹真的超大呀！你那鸡肉可以拽一点，哇，超香哎，这个榴莲！你要吃点什么？那不吃。嗯，这个榴莲好吃吗？超级甜呀！你这个够老。 陈子豪这么喜欢吃皮皮虾，啊，再来一个，嗯。还要吗？还要。等会儿多拿点啊。还要。吃一个。每次都先给小孩吃一个。不麻烦，不用。在那个，在那时候那个。皮皮虾那边水池里面。最后那个水池里面。嗯。皮皮虾肉质是不是很鲜甜？嗯。可以哈。 给小孩吃吧，他们吃饱了，我们就能好好吃，是吧？他们吃饱了，我们就能好好吃，是吧？这个早上吃的跟汉堡现在玩手机，挺好了，知道吧？还要吧？还要。这螃蟹可以哈，这叫兰花蟹，你看。这剥皮皮虾可以吗？这视频？ 这钳子都这么大哎！我们来一只，我们来一只。哇！然后再来一锅皮皮虾，放吧，没事，来吧，满满一锅。这个大螃蟹啊！你这个螃蟹也大呀，哇，陈朝全是肉哎。那你吃啥呀？我吃虾就行。这还有一只你吃吗？不用，让他们吃。嗯，好吃是吗？很鲜甜这个肉是不是？ 就是俩，因为就是大螃蟹，它一个池子里面就一两只嘛，可能一到一条吧。给我吃点虾就。其实我感觉每个虾的肉质不一样，像这个松鼠虾就是超嫩的那种感觉。对。这个肉这么多。拿一般也拽就出来了。哎呀，会吃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。 海鲜蒸熟啦，哇，满满一大锅，全是平底虾，全是你爱吃的。陈子豪全部你吃，好吧？陈子豪今天吃的不亦乐乎啊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要做捞汁小海鲜吗？泡在里头，这样才好吃是吧？今天我的吃过就是它，我吃过的啊。来，表现一个。哦哟，厉害了，小心别刮到嘴哦。底下没有刺儿。 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哎呀！你给小孩剥，我给你剥。我吃饱了。你吃饱了？嗯。还有这么一大锅嘞！好鲜甜呀，真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厦门的海鲜哈，就是比我们那边的海鲜要稍微有点发甜。
身上还能吃得动吗？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吃不动了，还能再吃一个。我感觉这个原汁原味的就好吃多了。嗯，比较鲜甜的。太好吃了。啊，这个也好了。哇。走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我再吃一碗火黑武侠，我就跟他们去玩去了啊。啊。嗯。他们都已经跑了。跑了，在那边等我。